有从我们的卫教还有一些活动的办理呢，希望可以让大家呢可以传递知道这些癫痫相关的知识，那进而呢可以来了解社会的福祉。那在这25年的服务历程里面呢，就发现到我们癫痫朋友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的一些需求，那办理了很多的一系列的服务。那像是呢，在我们在理事长还有各位理监事的带领之下呢，希望在推动癫痫友善的城市，那也成立了很多的相关的服务，像是癫痫的卫教还有普及宣导。那我们就结合了企业还有社区跟学校等来进行合作宣导，那像是也有到小朋友的成长营里面来做宣导，那有有趣的方式，像是一些团体的团干活动来让他们更了解癫痫这一项的疾病。那接下来呢，在理事长的推动之下呢，那我们也到了医院的门诊来去做咨询的服务，希望呢可以让癫痫的朋友在就医之后呢也有一个资讯的连结，那协会这边呢也会协助会员们来做一些服务。好，那除了刚刚的活动之外呢，我们也推出了很多的会员活动，像是有氧瑜伽的课程，希望会员们呢可以透过运动来促进身心灵的健康。那舞蹈团的部分呢，也有请专业的舞蹈老师来进行舞蹈的教学，那希望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培养他们肢体的一些活动能力。那这个很特别的是呢，舞团也有到我们的年会还有很多的一些身障的一些活动呢来参与演出，那其中也增加了很多他们的自信心。那最后呢，就是也是今年刚办理的艺术辅疗活动，希望藉由呼吸还有音乐等来让会员们呢可以通过一些手作的课程来结合他们的艺术，那其实在过程中呢有放松他们的很多的心理，那听到会员们的分享呢，那也让协会呢有更多的进步。好，那这边很特别的是呢，协会也定期的每年呢会举办出游的活动，像是今年呢就在台中办理2天1夜的出游，那其实在过程中有看到很多的会员都有一起参与，在过程中啊里面都可以看到会员们就是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呢，就是在今年呢我们办理了茶包制作啊就业训练的方案，那在理事长还有各位理监事的带领之下呢，希望呢可以透过茶包让会员还有学员们呢可以进行工作的训练。那我们推出了就是桂花麦茶跟书香的麦茶，那麦茶呢其实它不含咖啡，也有高的抗氧化成分。那其实在麦茶的制作过程中呢，都是由我们的会员来进行，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来培训他们，那在过程中呢就是提升他们的一些工作技能还有态度。那过程中其实在不断的训练之下呢，他们也对就业这个部分有更多的自我认同。那接下来呢，会在东区这个地方呢设置前期社区日间住业设施，是因为这个东区的地缘关系其实非常的好，那邻近呢也有相关的成大还有奇美医院，就是就医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就近的连接。那社区安全的部分呢就会有包括警察局还有我们的区公所，那如果之后有卫教或者是相关的合作呢都可以来做第一线的支持。接下来就是交通资源的便利部分，那如果我们学员呢要搭公车过来的话，就是可以搭0左0右还有3号公车都非常的方便。学校的部分呢就是有各位可以看到的对面的胜利国小还有长荣女中等等的学校，那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和他们合作来进行社区的宣导，进行癫痫相关的卫教知识。那我们社区日间作业设施呢主要服务15岁以上具有身心障碍手册证明的对象，那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可以直接和协会这边做联络。我们的服务内容呢就是包括以作业活动为主，那自立生活及休闲活动为辅的来进行安排。特别的是呢，我们作业活动就是沿用上刚刚提到的茶包制作来进行，那每天呢都会有4个小时的作业活动时间来安排。那茶包的制作就包括称重、装袋、封膜这一系列连串的步骤，那会依每一个人不同的能力来进行调整。接下来就是健康管理的部分，会有体适能活动，希望可以在
注意活动之余呢，也可以提升他们的健康势能，让他们呢可以来到这边呢，除了工作之外，也可以促进他们的身体活动。那接下来就是社区活动的部分。那社区活动呢，就会带领大家到社区，这边临近就会有像是书局，还有一些社区的休闲活动中心。那在过程中呢，其实可以引导他们一些交通安全的知识，还有到他们如果进到社区的商家里面呢，就可以进行一些采买的动作。那接下来就是休闲活动的部分，会依照个人每一个会员不同的状况来进行调整，像是有人喜欢下棋啊、唱卡拉 OK， 或者是一些厨艺的活动，那我们都会安排在其中。最后呢，就是成长团体的活动，希望呢可以他们借由这次的机会，不仅是在工作，那也有提升他们的一些实事的技能，还有一些像是用药的安全。那最重要的是就是一个性平的宣导议题，那希望呢他们可以了解到关于要怎么保护自己，那自己的身体界限在哪里，这样来去跟他们做宣导。既有一系列的活动呢，就是可以让服务对象，那让学员呢来可以这里参加一系列的活动，那成长其中。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产品的介绍。卖茶的部分会选用是因为它不含咖啡因，那也有抗氧化的物质。那古香的卖茶就是包括了麦子、黑豆跟奇异胆三种成分来去调配而成的，那它具有丰富的营养素。其实两款麦茶喝起来都非常的清甜，那大家也都可以得到，其实这个环境中的刚刚会有麦茶的关系，都是散发出 那个清香。那桂花麦茶的部分呢，就是由桂花、洋甘菊、甜菊三种啊，加上麦子所调配而成的。那这个比例呢，都是会由我们的学员来进行称重来进行调配的。那这个产品的制作呢，之后会有一个奖励金的部分来鼓励学员他们来社区日间作业设施有一个成长，有一个收获这样子。那我们的产品的部分都有通过 SGS 检验合格的认证，那也感谢奇美医院已经跟协会这边已经采购200包的茶包来做使用，来做宣传。那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呢，各位贵宾还有会员们，如果有需求的话，也可以一起来跟协会这边做联系。那接下来的报告就到这边，谢谢大家。那我们茶会的差不多到我们最后，那还是。